你那天说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你只喜欢我，真的假的？你猜。我感觉跟我闺蜜，你们俩好像有什么呢。当时我也懵了呀，也不知所措，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。没想到你闺蜜是为了刺激我俩。那我闺蜜当时也没跟我说啊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。那你对我是什么感觉啊？我怎么了？不敢说出口啊？没有感觉这种东西吧，说出来就没有那种感觉了，你懂吗？那你用心去感觉吧。啊，我觉得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现在有几个男人能相信。